楚令，之前太子哥哥是因为受了重伤，稀里糊涂的才害你大哥挨了打，你不要记恨他哦。嗯，心南，我大哥皮粗肉厚的，三天不打上房揭瓦，只要太子哥哥肯帮我们，就算我大哥再爱两次他，我也完全没有意见哦。你不要好坏啊，你为了娶我，你亲大哥怎么办呀？哎呀，我就是这么坏嘛。 我就是为了娶你，我自私，我没良心，我不顾兄弟的呀，怎么样？这样坏的我喜不喜欢？喜欢。爱不爱？爱。这样不这样，那我再找一个好不好啊？开玩笑，开玩笑呢，要不，嗯，哎，我真开玩笑的，西南。 我已持剑在手，攻击敌人，圣主冒犯的罪，让他兄弟偿还。给我狠狠的抽，抽到他求饶为止。梁王息怒，梁王动，住手！用点力。息怒，梁王，你们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 我打他管你什么事儿？来人，快把他给我放！哦，来人呢！原来是你的奸夫，敢勾引公主，但非打不可。来人，狠狠的给我打！西南，住手！怎么回事？嫂子，西南和韩王的小舅子勾勾搭搭。西南。 怎么你也和韩王府没变？嫂子，我没有。让不让开？我不让。今天我就替二哥好好教训你这个不要脸的小东西。太子妃，你就眼看着公主挨打了。呀！ 敢动我！殿下，圣主令劫持了公主。对，圣主令劫持公主大逆不道，这道裁决简，不能轻易放下。住手！阿娘，阿娘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圣主令劫持公主。不是，不是这样的，阿娘。 是梁王他无缘无故鞭打圣主令，而去阻拦，他就连儿一起打了。圣主令是为了保护儿子才这样的。星南和圣主令有奸情，他当众扑到圣主令身上，什么脸都不要了。够了，公主受了惊吓，扶公主回去。阿娘，回去。 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抗令。我问的是太子。